望这一次也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动，大家加油，准备喽 ！T T T Passion AKB 方阵 T T B 啊！耶、yeah, ！开心，第二场专属于研究生的 mini show，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Oh!
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在台上说今天要哭得很漂亮，所以我也要长得很漂亮。我等很久，其实等嘉丽这些时间我等超久了，好像等待从出生那天就开始等，对不对？